现在很多人抱怨工作难找，但其实有很多的工作也找不到人来做，像是在农村，年轻人外移，人口老化，农忙采收季节经常人力不足，而需要劳力而且工作环境相对辛苦的畜牧业，即使寄出了40K 的薪水，还是等不到本国劳工来应征，只能够靠老农来苦撑。农民的平均年龄已经高达了62岁。 那么这问题该怎么解决呢？去年农委会松口说要争取6类农业外劳开放，其中预计要先试办的就是落农业外劳。这消息一出，落农叫好，因为国内的落农业从过去有1000多家，到现在只剩下500多家，不解决缺工问题，落农业根本看不到未来。不过，开放农业外劳， 真的就是特效药吗？我们带您到牧场实地了解。因为请不人嘛，连续6个月无半个人来应征。这个产业从以前的1000多户到现在剩下不到500户。来，哎。 这里是台南白河的牧场，牧场女主人张丽青下午3点一到，准时就位。30多年来，牧场里大大小小的工作，爬草、喂牛、洗牛舍，样样都得自己来。像这些也需要人来拿。对啊，它有时候可能它脚太脏的时候，里面有一些病痛，我们都不知道。啊，这部分的话，刮粪机做不到。 在一旁赶牛进榨奶室的是牧场男主人洪振荣，脖子刚动完手术，马上重返工作，因为牧场只剩下太太跟堂弟，实在是忙不过来。我即卖状况吼，如果我拿迄个绷带摕开，血全流出来啊，系啊，啊，迄就是，这就是台湾精神啊，这就是。 当然，人精神就是伫遮。啊，那这几工你拢伫咧大白病，你要安怎？伫遮。我头早出来做人过啊。哎哦，哎。夫妻俩分工合作，男主人赶完牛只，女主人马上接手挤奶工作。80只奶牛一人下来，最少2个钟头。 挤完奶，清理完毕，天也黑了。然而，奶牛每12小时必须挤奶一次，也就是说，隔天清晨3点，这样的流程又得重新来过一遍，365天不能间断。那你过年的时候呢？一样做啊，一样做啊，一样啊。 做完了再赶快去吃个年费，就是团圆饭嘛，都是要等做完事情才能。365天。除了工时长，大型动物个性不定，工作起来也有一定的危险性。啊，因为好有一些人，他如果不懂它的时候，其实牛它也有防卫性。你走到它旁边、周边、左右的时候啊，如果不稍微敲它一下的话，它可能会吓一跳，然后 脚可能就突然踢过来了。你被踢过吗？以前刚开始啊，但现在了解就不会了啦。像以前请工人的时候，他不了解大动物的习性啊，他有时候可能被那个牛踏到了，他挨个喂啊吼，一直歪来啊。一年365天都得跟牛团圆，还有被踢的风险。如此辛苦的工作，不管是临时工还是长期雇员，找起来都很困难。我们请过 10几个啦，工读生啦，女工啦，还有一些我们乡村的人家介绍的都有，很难做到超过两年的或者是1年的那一种，大概都要3万4万这个部分在起跳，但是他时间一做久之后，我们其实都还会每年加薪。其实他们在应征的时候，我都告诉他们，可是我发觉他们都做不到1年。一个月3、4万的薪水，在台南白河乡间算是相当不错的薪资，为什么还是找不到人？从动物科学系毕业的赵泽卫，曾在学校牧场实习，说出了农业毕业生不愿意从事酪农业的原因。是算是没有诱因吗？算是吧。因为知道这畜牧业的工时很长，所以就算他的薪水可能3到4万，比一般在这里找到的工作起薪略高一点，但是其实如果你真的去换算那个时薪的话，并没有好到多少。起薪高的优点被工时长的缺点稀释掉。根据调查，目前全国约550家牧场，有多达85%以上存在缺工困扰，找不到人手，许多牧场只能转卖或是关门大吉。我们这个产业。 从以前的1000多户到现在剩下不到500户，原因就是说，第一个没有接班的，第二个工作能力那个工人的能力越来越少，因为年轻人都集中在都市，努力苦撑的只能从乡间的新住民中勉强找到帮手。中部地区所有的酪农户里面所聘雇的那个现在的员工，以我估计最起码有1半以上是。 外籍新娘就是所谓的外配。为了解决严重的缺工问题，农委会准备试办酪农业的外劳，像是开放饲养头数80头以上，以及以雇用本国劳工仍缺工的牧场来申请。不过，开放日期及细节仍在商议阶段。除了酪农业外，其实在2015年，其他农业类别也曾经讨论过要不要开放农业外劳，包括菌菇、兰花、果树、茶等。 农业外劳的引进，事实上已经在整个行政院内部里面就已经谈了大概将近10年以上，但是一直都没有做决策。但是这几年呢，是因为整个这个农业劳动力的一个严重流失，还有劳动力人口的老化，那后代接班的问题呢，那这个问题已经凸显得非常严重。 酪农业优先成为试办的产业别，主要是其他的农业项目属于季节性缺工，而酪农业全年都需要劳动力。酪农业它是属于连续性这个生产的，它也是有所谓的连续性，缺工也符合所谓的3K 的一个辛苦的产业。那因此呢，也原则性同意试办。那现阶段呢，大概也进行就。 整个实施的细节在做进一步的一个协商。其实不仅是台湾、纽、澳、日、韩的酪农业也饱受缺工所苦，这些国家同样推出农业外劳政策，尝试从国外引进劳力人口。像是日本有短期的农业烈行生制度，而纽澳则是开放18至30岁的青年打工度假。台湾每年有不少的年轻人赴纽澳，成为当地农业劳动力的一环。 以日本的经验，确实它有减缓了整个日本农业停滞甚至衰退的一个现象，也就是透过这些6000多个农业练习生的引进，事实上也让那个日本的农村获得了一线支持。不过，各国引进农业外劳都经过严谨的评估，怕的是排挤本国劳工就业市场。 常年研究台湾农业缺工问题的许胜章教授就担心，引进外劳有可能排挤原本在农村靠打零工过活的人，他们的工作机会。引诱的话，就是第一个就是说，他在既有的可能帮这些农业工作的这些人，他有可能会被取代掉，这是第一个可能性这样子。所以对于这个，而且这些人基本上在农村，他其实就比较属于农村的一个。 边缘的劳动力这样，所以这些人基本上他的收入可能会受到影响。由于开放酪农外劳是未来事，是福是祸还是个未知数。不过回顾历史，早在1992年，台湾已开放的渔业外劳，当时开放的背景与酪农外劳相似。 渔船的工作具备4个特性，包括了危险，包括了肮脏，包括了风险高，包括了距离远。那这样的一个工作恶劣的情况之下，当然，必须要以高薪来利诱国人愿意上船去服务。长期以来，渔业工作环境恶劣，要让年轻人愿意上船工作，必须提高工资。不过，随着渔业资源枯竭，渔获利大幅减少，因此工资根本无法提高。渔业外劳开放20多年来，主要来自中国、印尼、菲律宾、泰国以及越南。其中，依据就业服务法聘雇的东南亚外籍渔工多达10146人。虽然解决了渔业缺工的问题，但却造成台湾劳动力与人才的严重断层。现在面临的一个非常困难的窘境就是找不到船员愿意上船，所以老一辈新生干部船员的人数也在越来越少。所以现在我们经过调查发现，几乎现在的渔船除了船主或者是所谓的船长之外，几乎都是外籍劳工在支撑。年轻人不愿意上船工作的情况之下，持续的依赖大陆渔工当作干部船员，也会影响到台湾的整个渔业的永续发展。从过去渔业外劳的案例可以看到，人力永续才是农渔牧业发展的关键。根据农林渔牧业的普查资料，台湾农民平均年龄62岁，2000年到2010年期间，15岁到44岁的从业人口从15%降到8%。为了避免农渔牧业的基层人力全都是外籍移工的天下，缺工问题的解决之道，还是得回到要让年轻人愿意从农。你一般人看不懂，我们看得懂。这一头鸟快要生了，我们就从它的尾巴，我们就看得出来。那个不是我会，是因为我去实习，老一辈的教我的哦，在高雄牧场的时候。洪振荣回忆起在嘉义农专念书的时光，当时他刚养牛，自觉知识不足，决定回到嘉义农专进修。寒暑假及平日，他会在不同的牧场见习。不过，这样的制度现在已经越来越少。学生你要出去实习，寒暑假你要出去实习，好，学成后以后你要拿那个毕业证书，你也是要去实际工作一段时间，你才可以拿到毕业证书。农场实习，现在没有了。其实台湾有不少的高中职以及大学都设有畜牧系，也有牧场实习课程。这些拥有畜牧专业的年轻人毕业后都去了哪里？反正我们系上就是现在分成生产组跟动科组2组，然后动科组就是比较接近生物科技系做的事情那样子。然后其实学生就是大部分会比较倾向做那方面的事情，跟未来也是进入类似那样的产业，就是进生技业，而不会想要去现场工作。赵泽伟的回答反映时下年轻人认为农牧业等同传统落伍的刻板印象。其实不止学生，包括大学院校的畜牧系，近年来纷纷改名为动物科学或是生物科技系。学习内容也从过去的养猪养牛，转向研究细胞以及分子生物。学生毕业也多半转往食品研发或是生技产业，而非畜牧业的第一现场。像我们这台是自动把那个槽靠就是少靠牛的地方，那其实我一天可以设定好几个时间。2年半前，张立青的牧场开始引进自动洒水清洗机以及刮粪机等等，这些自动化的机具降低了劳力付出，也大幅改善作业环境。不止这样，也有落农找来专家开课，培训更多的畜牧业人才，像是落农协会理事长洪长进，儿子媳妇都是畜牧系毕业的。2人返回彰化后，他开始交棒给第二代，并开班授课，让更多畜牧业学生和第二代能更了解实务经验。我们就是有一个青年研习营，每一次都聘请我们国内的比较有名的兽医师或者是学者，教育现在的在学学生跟现在我们养牛的第二代。课程里面去了解这个产业的整个情况，还有如何让他们对这个饲养奶牛的一个技术性的部分呢，再去充的了解，让他们产生兴趣。洪长进补充，他乐见2代愿意回乡承接，不过若是畜牧业基层人力不够，年轻人要身兼产销管理，又要在第一现场劳动，反而会降低青年返乡的意愿。因此，他相当赞同政府开放落农业外劳。尽管有新的落农业者从硬体和软体方面着手，积极打造更好的环境，吸引更多年轻人投入，但终究得面对畜牧基层劳力长期缺工的问题。政府引进农业外劳也许是一帖特效药，但长期来看，对产业的永续发展是好是坏，仍有待观察。